喂，亲爱的，大鹏，在干嘛？我在去签售的路上，想我了？我想跟你问个问题。你想问什么？就是你答应给我买的那个钻石。哦，钻石买了吗？买了。买了啊。真的？买啥呀？我想了一下，要是没买的话也没关系，真的太贵了，我怕你负担不起。有了我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你的钻石。亲爱的，你真好。那我就等你电话了，拜拜。王小姐，我的订婚戒指好不好看？嗯，好看，特别贵吧？Tiffany 的嘛，当初薇薇说要买卡地亚，被我骂死了呢。那种暴发户的东西衬不出气质的。那李小姐，从您的气质出发，您觉得现在您婚礼的哪些片段我们可以开始着手准备了？首先，我不能吃贝壳类的东西，连看都不能看的哦，看到都会过敏，身上起小红斑，好严重的。还有，你们要去帮我订卡塞那家的婚礼蛋糕，记住是淡奶油的哦。还有，我想要婚礼现场，只要是宾客能看到的地方啊，都铺上紫粉色的玫瑰花。